澳扎呢，我的谢兰儿，我的亲妈，非常太严重了啊，双子9020个人啊，加上往生98个人啊，还有是 ICU 844个，844个人，还有一个死亡窝2636个人。你好吗？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去啊去啊，去去播咯。那所以呢，我就是今天呢又确诊了。第一天呢，算是超过9020个人，已经爆炸了。我的血量，我的血码非常太严重了啊！算是9020个人呐、啊，加上往生98个人呐、啊，还有是 ICU 844个，844个人，还有一个死亡窝2636个人嘛，所以呢，我讲的是，我讲的是当冲顶还有汉斯汀一个逆冲啊，这个就是我讲的是马来西亚 lockdown doctor lockdown 的故事的给人听啊啊，我觉得是这个最近确诊是一直上，就是不下的，一直不下，好像上山这样子咯，就是去啊去啊去无路嘛。没有是，我讲的是，那个是，我的现在最近确诊是破百了，一个5000、6000、7000、8000，哇！所以呢，非常我的心脏我的心嘛非常太严重啊，那、啊、所以呢，因为呢 ，Doctor Hisham Abdullah 讲，因为那个要考虑要封锁全马的封城呢、啊，那、啊、所以呢。因为呢，很多人确诊了，就偷偷人家偷，人家都偷偷去人家的屋子拜年呐、啊，都那传染到人家哇，所以呢，接着比如说 lockdown 啊 ，roadblock 又怎着转落地站那的，然后那个 U 灯这样啊嘛，我也是，我讲的是，等下给你看，这个就是连这个今天新增的9020个人，还有往生98个人，还有800 ICU 844个人，哇！如果是，我讲的是是按摩的，我就给你看那个全马的不一样的地方都中啊，这个就是，这个我的血量额2000，我就包括36个人啊，就2000，我这个是我的血量额2000，846个人，那个如果是没那个提早不3次点奖啊，那、啊、所以。我就是为那个没有人听 Dr. Hisham 讲啊，那个阿三哥啊，所以然后他们那人家就是这个 Malaysia lockdown 啊，因为 MCO 3.0，然后是为那个不能，他不能封城啊，都不敢封城啊，然后有些其他人啊自我封锁啊，是也是自我待在家啊，然后。那自己关那咕噜的屋子的，不是嘛？所以呢，因为有些人都不封城呐、啊，不是不封城呐、啊，因为那个超过6000呐、7000呐、8000呐，我们都不封锁啊，其他人都自我封锁啊，那、啊、所以呢，我讲的是 MCO 那个1、2、3、3.0，就是哆来咪，那个是1、2、3、哆来咪 U 灯。啊，蹦吧你，蹦来蹦去，那、啊、所以呢，因为很像那个，很像的过不能过跨州啊，不能跨省啊，就是很像转那个落地站那种啊，那个 U 灯啊，嘛，所以呢，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好来啊，所以呢，我讲的是，如果开始 lockdown， 就是说是 FMCO 是 full movement on the door， 那就是。算是从6月1号，FMCO 是从6月1号到14号，算是2个星期14天的，所以就是，我也是，然后因为说那个缩小单次的穆希丁刚刚昨天宣布，那所以，我就是明天下午2点。这个是蒙特利卡南 Ismail Sabri 会报告的，会讲那个考虑安排几个人一辆车，两个人或者是一个人啊，是一人一辆车出门去买东西，或者去 supermarket， 也去 pharmacy 一个 clinic 一个 hospital， 那个是不是？然后呢，所以呢，
然后那些人呢、啊、就不可以去隔壁店吃物件啊，或者是东西啊，然后我们只是打包饮料或者吃东西拿回家吃，然后呢，所以呢 ，dine in car 就不可以的，然后呢，就直接打包拿回家吃啊，是，然后呢，因为呢，有的人家那他们那这个超过八千个人呢、啊、就不封锁、啊，我讲的是从5月6号开始是 MCO 3.0是斯兰沃的，还有一个比拉亚巴斯克端，还有一个哥伦伦波，然后呢，他们就不封城了、啊，人家就要偷偷跑出去啊，就乱乱走出去害人家自己啊，然后不待在家啊，然后很少人去上班啊，去走啊，那我就是。为了要考虑要那个老人家啊，还有小孩子啊，那个当年轻人啊，要自我封锁啊，然后呢，就是他们不待在家啊，这喜欢偷跑出去吃东西啊，去打包啊，然后这样子啊，所以很多人买人了、啊，偷偷去人家屋子拜年啊，就闯了到伤害人自己啊，嘛，我就是好像。有这个过跨线呐、啊，又不能过跨线，那个马大路 block， 好像转 U 灯，而且阿公巴的，好像很低调的这样子啊，不就是，这个是，记得，现在是5月29号，差不多好像年三十晚呐、啊，倒数两天，从5月31号是倒数一天，同时我的钱嘛，真的又丰州，我的雪兰莪还有钱嘛。又封城又打的老刀嘛，我也是，如果你还没有看这个影片的话，就记得 follow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还有温小绿灯，还有 follow 我的 Insta， 还有 Stella Chong， 还有 Nick Chong Superman 那，我也是，我讲的就是，然后呢，然后记得也因为很多新冠肺炎的病毒的感染这样啊，然后是为了小玉。有拍直播啊，现在算是第四天了，是一起大家讲 Volume 4 啊，这个很多人粉丝都好久没看钟小玉的表演了，啊，在家常表演个人们聊天呐 啊，不就是，也就是因为幸好这个汉子哥也有参加，这嘉宾就是汉子哥，就是去参加那个表演呐、啊，然后呢，现在就不能没有办法去锁定前唱会啊，因为那个。没有那个 SOP， 然后呢 ，concert 已经关闭了的，然后呢，我讲的是，因为这个印度的地方，印度人呢是偷偷回马来西亚呢，就传染到我的马来西亚，然后有些人呐、啊，入境到那个传染呐、啊，就又抓去隔离中心呐、啊，或者去酒店呐、啊，你这些就是 test positive 啊，或者是 non-detect 啊，嘛，我也然后住斯兰国的朋友们。一定要待在家里啊，从6月1号到6月13号是两个星期算时间，就是不要到处跑啊，就是不要害人自己啊，不要害人家啊，那、啊、所以一人一辆车是少出门，也去买东西啊，然后呢就是，很多人马大的要查来查去啊，然后呢。有些人就偷偷去人家的屋子啊，又偷偷跑出去啊，就 MCO 算是很多人Just stay at home， 是一定要待在家里，也要洗手，也要戴 mask， 然后就 scan mask 加的 app， 加我量体温，还有 mask 加的 apps 嘛，就是那个这 SOP， 就一定要洗手啊，不要家里边有事啊，嘛，我也是很像那个 U 灯阿蹦巴嘞，边来边去是翻来翻去的那个很像 U 灯啊，人家。摘一个给看啊，就拿那个工作的纸啊，纸给他看啊，就检查过那是，因为有些人他们真的去工作的地方，就是不是去玩的，不能玩的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呢，那不可以去海边玩呐、啊，然后主题乐园已经关闭了的，也是不可以开。哇，我呢，然后呢 ，concert 也是不可以开一个，然后呢，全部的全马的学校啊，已经关闭啊，算是。14天加14天的、啊，然后呢，我的钱码是最近我的表爆炸的，算是超过5000、6000、7000、8000、9000呢、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我的惨了啊，这是惨了哦，我的血量额，我有钱码，这是完蛋了哦，妈，我也是，
你就是要叫他们消毒啊，记得叫支持消毒我的小男儿，我的八神啊，叫他呀，就不不，我也是，记得，然后就一人老一个 uncle aunty 要去 supermarket 一人两车去买东西，然后呢要那个 SOP， 然后。如果有 hand sanitizer 呢，记得要消毒车，一定要消毒车，因为那个最近呢，我的小男儿真的生病的很严重哦，嘛，我也是，这个是，还有记得，然后呢，然后讲到这里啊，啊，所以呢，然后有那个有公共场所的 那个 operating hours， 有就是 a transport bus car taxi e hailing grab car。还有一个是，如果是 bus station， 不，有些就是private car， 那所以呢，我也是那个公共的 public offices， public all shops， 连那个其他的店啊，那其他的活动也是关闭了的。然后呢，其他的有营业的，那个是只是 restaurant， 那个是 bank， 还有是。coffee shop 还有个 supermarket and 各大人机，还有 pharmacy， 还有 clinic and hospital， 然后是从早上八点，还有 petrol station， 就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到十点，那我就是学校呢关闭了，我都小学生们呐、啊，中学生呐、啊，我是留在家是用 zoom class， zoom online meeting class 那。Zoom meeting 是用 online class， 然后呢，就是做那个 office 的公家的 office 的人呢、啊，就是在家，要 work from home， 就是用那个 Zoom meeting 做啊嘛，我也是，我的生中，最近没有上班了啊，因为那个没有办法拍戏啊，所以因为暂停啊，然后我姐姐钟小玉。也是暂停了，没有办法去上班了，就是在家，暂时在家比较安全了啊。我就是，如果喜欢煮什么菜呢，就可以如果喜欢煮什么好料菜，你可以学习，简单炒饭、炒面，还有煮饭炒喜欢炒菜啊，炒那个猪肉啊，如果就 supermarket 买菜，买材料拿回家煮，那、所以呢。然后呢，人家不会煮啊，有些人很多人煮啊，也可以 order delivery grab car grab food， 还有一个是 easy， 还有一个是 for panda， 那所以就是如果你想 order food， then order grab food 什么都可以，那个外面的比较好吃啊，好过那在家自己煮比较好吃，好吃过那个外面啊。还有一个是，有些人很喜欢吃那个 order good food 外面那个好吃，人家都不会煮，有谁去煮啊？我讲的是，最近呢，很多人要已经要 register vaccine COVID symptom blast， 那我就是很多人要参加去，要安排时间啊，一个在 Putrajaya， 在 Kuala Lumpur PWDC， 一个在沙阿兰打疫苗。然后呢，他又去注册啊，很多人现在注册满了啊，过后就轮到人家啊，然后用 MyStage 叫 Register Vaccine COVID Symptom Plus 啊，然后呢，其实记得要，因为新冠肺炎严重啊，记得要 Register 我的 Register COVID Symptom Plus 那个 Vaccine， 然后呢是那个打疫苗啊，所以呢，然后记得要。register 完了啊，已经还没有等那个政府人会 call 来，或者是 email 先会给我们啊，然后如果是 vaccine， 如果是收到的话，那安排时间早上十一点啊，下午十二点、一点、两点啊，所以呢一定要小心啊，打疫苗之后，然后比较安全，安全打了疫苗之后就可以去哪里啊，一定要很小心啊，不要有事啊，打疫苗是杀菌的，是。不要伤害人，不要害人自己啊，不要害人我吧，就是买害人，我就是回去打疫苗，在 PWTC BEWTC 吧，所以就是要过去 KL 的时候要拿那个信给妈妈看啊，就是过那、啊、所以
记得要 register vaccine COVID 19 plus nice chapter X， 你要自己拿笔，还有拿滚水、白开水，自己拿笔，还有就是记得要拿自己的笔啊，这些签名啊，然后呢，这些要参有兴趣参加吗？嗯，去参加啊，而且给你看。这个就是连这个那个教你讲 register vaccine COVID 19 plus 那个 message 那些有兴趣的打疫苗这些啊，那些如果是其他的生病啊，就是按咯，如果你要按什么地址什么都可以按自己的地址啊，再加按什么就可以了。然后呢，已经成功了，有收到就收到了，就安排去哪里的地方啊，或者时间表啊安排啊，哇。这个是，然后呢，然后接下来的，如果打疫苗比较心安的，就打了疫苗后就可以去哪里啊，什么都没问题啊啊。然后呢，有些人其他人，也就是另外一个人没有电话呢，或者没有买死扎克呢，也可以 website 可以用 website register 在那个 vaccine.gov.my 或者是打这个 hotline 电话号码，这个是。一百空空百百百百几百，算是一百零零八八八八二八啊！所以呢，有些人家的没有电话号码，你可以打电话 hotline， 或者是用 register 的，用这个 website register 啊！所以呢，我的叔叔生中的爸爸已经打疫苗啊！所以呢，轮到我的中爸已经打疫苗了，轮到俺的刀生中啊，俺的刀小玉啊。如果小玉有参加去打疫苗之后，还会拍 vlog 给我们看啊，所以记得要分享啊，分享小玉姐姐啊，哇，所以你记得呢，然后说这疫情的情况这样子啊，也是封城这样子啊，也可以安排去那个打疫苗啊，那所以呢，记得手机呢，然后呢，记得那老人家，还有那个住十三国的朋友们要乖乖哦。然后还记得要买桃花枣啊啊，所以呢，人家这个马大会输来输去啊啊，所以我讲的是，我说记得我也不要告诉他们一定要洗手哦，用消毒液给他们 mask 啊，我讲的是你啊，你下个月见了，好了，我今天讲就到这里啊，你下个月见了，还有记得啊乖乖在家看我的 Stella Chung 的影片啊。是这样子，这里面就 OK 了，拜拜。